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处偏远的王国中，人们的生活贫穷而祥和。但在某一天，这一切被一只实力强绝的恶魔所毁灭。他代替了人类的国王，村民们迫于压力同意了条件，在私下里，有权力的上位者开始了争论。他们经过几轮的谈论，最终选出和他们完全无关的人，也不会因为消失而在这个王国中产生影响的人。于是，他们找到了无依无靠、孤单一人的少女。在一番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言论下，他们逼迫少女成为献给恶魔的祭品。于是，孤独却善良的少女